你怎么来了？我跟着你一起过来的。你跟踪我？你是变态啊？不是我变态，是你态度变了。你看你干嘛呀？在公司一整天不跟我说话，我跟你解释你也不听。我真的不是不回你微信，我是真的没有看到。你后来去哪儿了？后来就我们哥几个喝多了，去了第二场。你干嘛呀？你这拎个包，你想去哪儿啊？童宇，是你跟我说的，我们彼此应该坦诚相待的。你为什么还在撒谎呢？我一句话都不想听。昨天我们同学聚会喝得有点尽兴，然后我喝多了。中间我想出去透透气儿的时候，我就想你了，我想给你打个电话。不是，后来我也奇了怪，这个电话怎么就，我怎么就拨到白医生那儿去了？我像一个傻子一样跟他说了一堆，后来电话挂了，我回到了房间之后，我给你发了微信。再之后我真的喝多，我什么都不记得。你们男人在对待女人这件事情是没有一句真话，我真的不想听了。什么叫一句实话都没有？你看，电话是不是都挨着的？这联系挺频繁啊，啊，每天这么多个电话，这么长时间你说了什么？你不相信我？你们俩一起回去了对吗？他送我到家，他就走了呀。谢谢你跟我解释。但是我不是人啊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如果你跟白冰莹没有什么事儿的话，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撒谎？啊？为什么骗我？许多，因为我喜欢你。就是因为我太在意你的感受了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白色水珠滴滴滴在我的窗前，外面美丽世界还比不上你温暖的笑脸，怀抚岁月让思念来蔓延。指尖暖热浅浅悄悄涂画我的双眼，依偎在你身边卷写着掌心纯白的和弦，下一个冬天又是一场永远。雪花飘飘满天，飘到你心间，那一年吻出我们的爱恋。雪花飘飘满天，对不起，飘来缘分的诗篇，说永远，花开花恋花满天，说永远，花开花恋花满天。寒潮南下影响，今晚申城突降大雪，这也是今年下半年的第一场雪，预计此次降雪将持续到凌晨。受到此次降雪影响，明早路面会有部分积雪，
请市民注意出行安全。而未来几天，随着寒潮的南下，温度将迅速回升，请市民注意增减衣量。一切的问题，在雪中的这个对不起之后，都变得毫无意义。不管是因为什么而开始，结束的这句对不起，就已经让一切都结束了。为什么那么近，却又那么远？远的我似乎只能说一句"